好好看一下我这个紫色爬藤 Quicksilver， 非常的健康，在 Antique Rose 买的。然后第半年呢，前半年呢，就是一点动静都没有，只是没死。哎呀，真的完全没有动静。然后把它移到地栽之后呢，就是就开始开花，虽然不算非常多，但是很健康。我看到下面已经有墙笋出来了，啊，那我以后在这个地方它不会长太高，但是要把这个一左一右啊给铺满，那也不得了。旁边这个比较浅的就是 Silver Lining 啊， Silver Lining 简直是目前的开花冠军呢，不是很经晒，但是花量确实不少，每天都能剪一些。然后这个后面这个 Prey 啊，我都不动了哈，紫色系，就是紫红色系，也看到这个花苞加哇四根墙笋啊，想象一下这里哈 Prey， 然后是 Quicksilver， 然后 Silver Lining， 三颗连一起，效果一定很赞很赞。第一朵玛格丽特王妃，颜色跟 Just Joy 非常的像哈，真的是非常的像，正好同时开应该比较一下。然后它的风格就是 Cup， 据说还是比较 Tough 的哈。今天那么热，我就不摘了，我由着它一直开，计算一下在枝头上能够开多长时间。玛格丽特王妃，上次组织掉下来，我的心疼坏了。结果掉了一根组织，现在出来三根四根能开花的枝条，所以啊，这个植物还是生命力很强的，不用担心。好吧，这个玛格丽特王妃在我们家的 Very First Princess Margarita。